有举重比赛，有曲棍球，有足球比赛，有田径比赛，有篮球比赛，有攀岩比赛，我也要做一名小小志愿者。不要乱扔垃圾，要让我们的城市变得干净。我可以给他们介绍好玩的地方，出门上的阿拉伯。妈妈说招来客人要热情，给你们好吃的。我们象山有很多的海鲜，期待你们来品尝哦。